今天到场的所有的好朋友深鞠一躬啊，表示感谢，祝大家在我们山东济南，在我们名古居玩得开心，玩得顺心，玩得舒心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美好的祝愿呢，我就爱给今儿晚上来的观众朋友们演出。为什么呢？我发现今天晚上来的观众朋友们个个啊都是懂艺术、会欣赏、有品味的朋友。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？这还能用看啊？从大家的掌声里你不就听出来了？我掌声怎么听？我问你，鼓掌的掌字怎么写啊？这我知道啊，上边一个高尚的上，下边呢一个手掌。